我想吃冰激凌。好的，小鬼，爸爸给你买去，快吃吧。哦，爸爸，你转过去。哎呦，不想让爸爸看你吃冰激凌。好，爸爸转过去，拿着送给小朋友去。小奥特曼，这个冰激凌送给你吃，谢谢你，小鬼。爸爸吃完了。哎呀，这么快呀？我还想吃啊。啊？这还想吃？好好好，我再给你买一个去。快吃吧，爸爸你转过去。好，爸爸转过来，再送给小朋友去。乔治把冰激凌送给你，谢谢你小鬼。这孩子吃没吃完呀？哎，孩子哪去了？哎，爸爸你怎么转过来了？你上哪去了？冰激凌呢？我送给我的好朋友了。送给小朋友了？送给小朋友你跟爸爸直说呀。你都送给谁？爸爸去给你买。